李牧，好久不见。哎呀，你放手！你不是已经走了吗？你不是跟所有人都告别，就没跟我告别吗？我跟你说过了，能认识你，是我觉得最幸运的事情。拜拜。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你就已经决定要走了。你不走不行吗？一定要走吗？算了，我还说这些干嘛？你要是你想要留下来的话，你一定不会公布自己的真实身份。可是一定要走吗？是我舍不得你，有你这句话就够了。慧珍，你一定要幸福。我走了。拜拜。已经很晚了，要起身回去了。阳光没有云来遮，黄昏也会催促的。我知道你像谁了，你是查理卓别林吧？过去的，就算你说有点舍不得，已经走远了，该转身离开了。感情不穿人字拖，脚步才会轻盈的。是的，没错。没有谁离开谁不能活，全当路过，什么话都别说。天空留不住一片云朵，雨下成泽也汇不成河。都是你的出口，你不开心受委屈的时候一定要告诉我。我很害怕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。能认识你是我觉得最幸运的事情，所以你以后要照顾好自己。你也要幸福啊，李一木，我最好的朋友李一木，永远是存在的。